太绿了，这也太香了，我也想吃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的软婉，最爱看成龙大哥演的宝贝计划。今天用淡奶油和抹茶粉给大哥做一道甜品，希望大哥每天都幸福甜蜜。朱克雷拿了吧你，淡奶油拿了吧你，你是真狗啊！把蛋清和蛋黄分离，哎。 怎么有两个蛋？加入520克白糖，给它搅和搅和，另起锅倒入淡奶油，给它加热到100度，把绿色的躯壳雷搞里头，给它咯楞咯楞啊，咯楞咯楞，已经全都融化好了。再倒入抹茶汁，这个抹茶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难道是坏了吗？把融化好的淡奶油倒进去，不给它倒入准备好的模具里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白色的颗粒呀、啊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最后放进我的二手冰箱，冻它一晚上。Later， 好了，咱们现在开始脱模。我都等不及了，赶紧来尝尝。嗯，抹茶味非常浓郁，这做的也太成功了。哇哦，口感特别醇厚，抹茶味非常浓，入口即化。在外面买这一份不得收你200块呀？自己在家做，简单又好吃。饮品大家学废了吗？学废了的，别忘了来个小红心。